欢迎收睇我哋嘅频道。咁今日同大家介绍呢四个 Chanel Vintage 嘅化妆包。先讲下佢嘅外观啊，四四方方好得意，而且可以装到好多嘢啊。有时候咧，我坐飞机都会孭住佢啊，可以放到护肤品啊、化妆品啊、手机啊，基本嘅嘢可以放晒里面，容量系非常之好。中古嘅袋真系好有味道，总系会令人谂起嗰个年代嘅故事。呢四个其实都已经有二三十年历史噶啦，真系纯正嘅老香包啊。咁其实二手市场都好流行呢一个 Vintage Chanel 袋嘅，呢个就比较系正方形嘅化妆包，佢里面咧有镜嘅，咁好方便咧，我哋可以放护肤品、化妆品。特别系出 trip 嘅时候，咁我哋需要去补妆，咁就真系非常之方便。佢简直系一个系迷你嘅化妆台。有玩开 vintage 嘅用家都知道，中古包系可遇不可求嘅。咁我哋依家手头上有四个，如果对佢哋有兴趣嘅话，欢迎嚟到我哋嘅门市嚟带走佢哋啦。咁如果对其他手袋想了解更多嘅资讯，都可以 click 入我哋呢个网站。